那感谢各位，我希望说这个展出能够成功，谢谢。是移驾到校史室，对，我们一起要举行揭幕典礼。对，我们来换校校长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哎，绳子都很长，来，大家一起进来，来，大家一起，绳子都很长。来，刘志，好，来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揭牌，来，鼓掌。恭喜国立台湾艺术学校校史室揭幕成功。好。先拿郑校长，好，有他才有我们啊。那郑校长挂完之后呢？要施医师，施医师来，施医师。好，谢谢施医师。就请大家哈，把它挂上去，谢谢。漂亮。哦，用脚最亮的脚，最亮。好，那请各位嘉宾一起合影留念。你邱校长89年很近的啊，然后后面就全部校长都经过。哦，对。啊，班国军队啊，赵军队，嘉琪。有没有嘉琪啊？嘉琪，你看你嘉琪。那郭庆雄是来带。对对对，一他现在还是在给我看牙齿。董富强啊，董富强靠谱家务。哎，董富强啊。我的。是啊。剃光头。校舍一剃。今年嘉义时代一剃。剃光头。哎。你的一下，一下把牙磕了，因缘际会。黄佩瑜也是来带你，来带你，带你一阵子而已。都来带你，光有时间啊。这也华雄村啊，对对对，记得华雄。是啊，六叔。刚才我带吼少年，是啊。啊，体力加活力啊，对不对？活力。这是一个。创家的时啊，八点档实在毕业也没有。就是那时候说要退的时候，他们说好 OK， 留下来校史室，就把它留下来。牙齿很重要，因为中国人厉害哦，牙齿的重要，代表文明。对对。起码变得血流造福啊！你牙齿的再牙，脑部的血流可以。牙齿哪够好吗？光明就长。起码失智了。牙齿占年龄的一半。对，这个好久了，70年。以后会当他你们去哪里去做？啊，那个你比赛，地球比赛。啊，这是宋主任的，这个宋主任也是。现在少年的正经行车。我来是喏，我是看行车。是啊，你来也做少年的。对啊。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呐。这个朱九那个智能他。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感恩呢。这里是朱。对啊，朱老师，哎，一下。哎，来，来，阿会长，来，卡表，学长卡表，来，一起进来啦，一起进来，一起进来。要不要比个爱心？好，来比个爱心，来，啾咪，这边也拍一下，来，啾咪。啊，我感谢哦，这个我们南市啊，生庆德人，所以让林校长有心、专心又用心，能够让学生。过得很愉快，这个学校的学生哦听得到，但听不懂。啊，启聪的孩子倒过来是听得懂啊，听不到，这个麻烦了。我是从这个学校调到那个学校，所以感受很深刻。是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两位，张立堂处长跟郭维凡部长，他当过教育部长。对对。那两位的爱心，所以一念之词哦。就是万人之福啊！以后这个长久下去，不得了。像南通啊，以前129年前，有一个叫做甘维林传教士，他创两个学校，一个是长荣，一个是南通。你看这样影响多少人？129年呢，就乘以100的话，就多少了？那个长荣影响更大。对，所以啊，一念之词是万人之福啊，所以我们一辈子啊，看能不能正向的去影响更多的人。对，时间
变成自久，永恒，空间变自大，对，人生也不够，求个四个字叫做可大可久。好，感恩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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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 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校长，谢谢了，感恩了，感恩了，哎呀，好，最好，感恩，感恩。